方才都只是幻想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第二关会。阿言，你方才宁愿毁掉玉骨，牺牲自己，也要救我们大家，是为大善，大善为会。 少司命是想找心地善良的人成为他的首徒，玉骨选择了你，恭喜你啊，阿言！玉骨是我先拿到的，把玉骨还给我。凭什么给你？论实力还是人品，你都没有资格成为少司命的首徒。刚才青钢也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，这玉骨应该是青钢的。拿。 青将军呢？巡逻郡主，冲锋了！姐姐，白雪露，你抓紧了！姐姐，太蠢了！
果然脱困了。等着仪式结束，我便可以安心下山了。按比赛规则，凡到达千月峰之弟子都可入我九夷山，收为少司命座下记名弟子，随少司命修习术法一月。弟子遵命，谢少司命大人。获得玉骨之祖的优胜者，收为少司命座下首徒，可于听学识马后继续留在山中，随少司命长久修行。我法力低微，难堪此重任，愿退出少司命首徒资格。雪鹰，既是这样，那白雪鹿便成为我的首徒。雪鹿，谢过少司命。等等，参见大司命。尊上。本座倒是认为，朱颜郡主眼见玉骨近在咫尺，却能舍玉骨救好友；上山途中手无寸铁，却能智退穷奇，如此智勇双全者不该落选。不知少司命意下如何？为师知道你本心良善，不愿他人因你之故受累。你若和他之前见过，他便是你命劫之人，为师自不会留他。所以我也相信你也不会将他留在山中。尊上所言有理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既是如此，那我便收朱颜郡主成为我的首徒，随我修习术法。规则是得玉骨者胜，亦不能朝令夕改，势如儿戏。不如这样，将择徒一事暂缓，这段时日观察一下他们的品德悟性，待听学一月之后再从中择出首徒，这样亦不亏于情，亦不亏于理，如何？谨听遵命。谢少司命，谢少司命。受仙牌。